릴리야. 怎么咳得这么厉害？我冷，好烫啊！你发烧了？可能是我工作压力太大，免疫力低下，生病了。我送你去医院。那不用，我就在家休息休息就好了。我现在哪有时间去医院呀？明天如果再搞不定那个张雪莹。 那所有的努力都白费了，我们付出的所有汗水和泪水，终究是错付了。是啊，的确很可惜，也许是天意吧。不行，我命由我不由天。 这个东西挺热的，我脚冷，宫寒，体虚，需要暖暖。既然没事了，那我先走了。赖总，再关心我三天吧。赖总，依依，老公，拜托了。 再叫一次。赖总。不是。依依。 也不是，不愿意叫就算了。老公，拜托了。那我就再给你三天时间吧。你太好了，老公，您真好。